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通关了。博涵真的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博涵要发挥实力，临时通关没有问题。临时通关没有问题。结果还是得吃啊！气到微博，这个听起来超怪的，就是说很气很气。通常这才要就是博得很厉害，嗯，然后就气到微博，那个气是整个是被弱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！哑巴，完了，都去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有点微尴尬。在讲废话对不对？但是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用力，就会死。好，就是一用力就会勃起。到底在讲什么？哈，第三关，先消除一下再说。随便王哥被烧死吧，才不要嘞！蹦蹦蹦蹦蹦，过来！阿红台永远没有废话，只有干话。干话台，行行行。星珠有点不对，不够了。好险，没消到，我就冰过去，拜托。Yes， 零食。临时指日可待啊！哎，喷水了，喷水就是通关的象征。九，手下九，听讲了，十一，过去吧。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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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哎，还没过，好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边就这样开，我不靠龙科也能过。只是下关有点麻烦，下关好像会吃一颗石头。谨慎的星珠，拜托你了，星珠，天降个星珠给我吧，放在最上面，天降星珠，看来我想的太美好了吗？结果还是得吃啊，太伤心了哈，吃一颗缴学费，原本想临时的，哦。再补一颗学费，学费送给你。啊！我用死仇教育大家，不要随便玩过气队伍。我刚才有观众说他二十力扶石解全神成就 ，OK， 我这边也在用石头解成就啊。谢谢 Mars 给我六颗石头，我要吃了，谢谢你，感谢你的港币38块斗内，谢谢你，我87颗石头呢，可以。现在又开这个神光拳，先开节奏，哎，不用开节奏，节奏没有真伤，过了，刚好没有任何的燃烧之位，这就是 VIP 的权利吗？吃石头吃的够多，果然就会有一种神秘的加持啊。整版的水珠
降下来。哎、欸，没有整版的水珠哎、欸，但是还是过了。行，好，先节奏一波，节奏二消。哎、欸，喷水了，要过了，能不能两个都喷水啊？好像有点难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开，转路。然后这个这样子消，这样对不对？只有怎么只有一波呢？准备迎接通关的那一刹那吧。还在喷水，它好持久哦。还会喷到结束吗？取一线水队队长的地位，就是靠这一部影片来证明亚伯罕的实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子，亚伯罕，大家如果想要解成就可以试试看，但是这一部把智障女神当队长。